大家好，对不起，不办演唱会，你不要再骗了，从头到尾就没有要办演唱会。四月一号，你没有一丝想要办的感觉吗？我觉得会有一丝，可是就这么一丝。我刚刚曾经大概有一秒觉得我们会办，不可能有一秒哎。就那个十分钟的独奏，你不想要了？我想要，但是我觉得不会有别人邀我了，应该不是你们两个。我们祝大家愚人节快乐。不要跑去小巨蛋，真的不会有人在那里。你找不到我们，我们的所有表演就在上次那支影片里面已经完整演出了，已经完整结束了。大家如果喜欢，就多刷几遍。对对对，感谢蒋老师陪我们一起玩闹。但是我收这计划，我超开心的，我觉得太强了，我一定要加入。而且我想说，我要有几种变化。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不要去哦，不要去。